这个章节呢，我们主要来讲就是回应模式。在这个回应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回应模式里面啊，我们把它点进去回应模式。那它分为自动回应模式，还有非自动回应模式。所谓非自动回应模式，就是你可以跟对方一对一的聊天，哈，一对一的聊天。那我可以给你给你看一下另外一个账号，像目前这个账号是。 非自动回应模式，所以呢，好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把它叉叉按一下，我就可以用聊天的功能這，这边聊天的功能，哈、哦，聊天的功能就是，你看，我可以跟对方，好、哦、像我随便点一个人，好了，哦，陈博瀚，好，点一下，好，他可以讲你好，我这边就可以回，Thank you，好。 Thank you。好，你看这样子，对方跟我聊天，我就可以回他。这个就是一对一聊天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切换一下哈，你把它切换到这个管理界面来，然后这个回音模式，回音模式，好，这个自动回音模式，如果你把它切换成这样子的话呢，它就会告诉你说，你按确定的时候就会无法接收一对一的聊天讯息。确定要继续吗？哦，我不要。 因为我想要跟对方聊天，好，因为这个账号，我其实有两个账号，哈，啊，这个账号我是一定会开启聊天的，跟对方一对一的聊，那对方如果有问题的话呢，我就可以马上的去回答他，那另外我还有一个账号，我就有开启自动回复的功能，哈，那在底下哈，账号清单这边点一下，好，你可以看到我上面有很多账号嘛，哈。 一个人其实可以开设，呃，未承认账号可以开设四个，啊、哦，就是没有去认证的话的账号可以开设四个，啊、哦，等于说你一个私人的 Line 账号可以去开，也可以去建立四个 Line 官方账号，哈、哦、，Line at 的官方账号，也就是生活圈的意思。那我另外这个呢，这个叫升捷科技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刚刚刚我给各位看的是刘乃霸网络营销教学，哈、哦。 那另外一个叫升捷科技，我有另外一个账号，这个升捷科技，好，我点一下，好，在这边，哦，有一百八十四个追踪者，非常的少，因为这个账号我没有在经营。那既然我没有在经营的话呢，我还是会用广播的方式去群发所有的讯息给这一百多个人哈，一百八十个人，但是呢，他们如果回我讯息的时候呢，我看不见。 好，因为我没有开启一对一的回应功能，好，看一下这个回应模式就知道了。好，你会看到自动回应模式我是把它开启的，绿色就是开启的。所以呢，你就必须去自动回应讯息要去做设定，好，我把它点开给你看一下，我怎么设呢？好，这边有个 Basic，我就是我已经写好了一个讯息，好，啊，如果你没有写，你要记得按这个撰写新讯息。 好，我已经写好了，我就给你，我就点 Basic 进去给你看一下。好，这边哦，编辑讯息，我要点进去看一下。好，这边有管理用标题，就是你可以有多则讯息哈、哦。那你可以有多则讯息，那每一个讯息你可以指定一个名称哈、哦，像这个名称叫 Basic，然后你还可以去指定期间哦。 或者是时刻、啊，而我是没有去设定那个期间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去指定它什么时间呢，才去使用这个功能，自动回复这个讯息。那我没有设，我只设了一条。好啊，我按编辑讯息给你看一下，我设什么好，点进去，打开。好，你看我设的。如果你要、啊、你都还没设的话，你就在空白的地方写完，然后按传送就可以了。按传送完毕之后，你就按完成就可以了。好啊，你看我写的，我是说。 您好，我是刘奶爸，这个账号看不见你要回传的讯息哈。若您要与我一对一私讯请教我的私人的 line ID 是刘芳玉啊，这个英文。好，若若您要关注日后的每日晚上八点最新影片教学，请点击这个。好，为什么要点击这个呢？因为点击这个网址，他用 line 点击这个网址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加入我的刘奶爸网络形象教学的 line at 官方账号。 好，所以这个网址呢是 l i 赖艾特官方账号，呃，是“浏览吧网络行销教学”这个账号的 line 艾特的账号。好，所以他如果是在 line 的软体里面，本身他就可以点这个软体，会开启 line 的应用程式，然后就会问他要不要加入我的 line it 好，“浏览吧网络行销教学”那一个官方账号，好，那个那个生活圈的账号。那如果他 想要输入某些关键字就可以得到某些答案的话呢？OK，我有引导他，哦，我是这样讲说：若您想要立即得到想要的资讯，请输入下列关键字。